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4.7 重振雷斯荣光。我的评价是未来可期版本前瞻爆料克洛琳德装武。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了关于元神 4.7 版本中全新角色克洛琳德及其装武的详细介绍。在正式开始之前，依照惯例，首先是克洛琳德的培养素材。本期视频就要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。